我能否点燃萤火？在 Fire Danger Period 期间不得点燃萤火，除非能确认风速很低，且在建造得当的火炉里点燃，并清除任何可燃物。离开前，请确保火源已完全扑灭。在 Total Fire Ban Days 那几天，不得点燃萤火。如果需要更多了解在合法范围内点燃萤火，请浏览 cfa.vic.gov.au/languages。